回到台湾一年的时间，然后距离上一次在台湾的画展好像已经12年了。那我觉得我很希望能够把之前在欧洲，尤其是这大概这近3年来在欧洲，在意大利还有在荷兰马斯垂克画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拿来做一些展览。那这个展览基本上它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回顾，但是那回顾不是在回顾一些我做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或什么，而是当时候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回到台湾之后，我自己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在工作上面还有在这个创作上面的这些冲突。那当然在处理工作，就是修复的工作，还有这个所带来的这些人事上的这些纷扰上面，其实占用我很大的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些时间。所以基本上我突然发现我好像不像之前能够这么快乐，然后能够找到这么的在工作上，就是创作上面，还有在这个修复上面能够找到一定的这个平衡。所以我很希望，至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自我回顾的一个点，去找到自己当时候最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也最希望什么事情能够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我觉得至于观众的话，我会希望能够让他们看见当时候我认为最美的东西，然后我用我的语汇去诠释。那我可能不是用文字，也可能不是用音乐，那我最熟悉的东西就是用线条、用点、用面，然后用颜色，然后把它表达出来。这一张画它的场域就是在 Siena 西安娜这个城市。那这个城市是我所有等于是我所有修复的工作故事的开始，它就是开始的地方。那我住在的这一个 Siena 的这一个城市里面的哪个部分呢？就是住在它的主教座堂的旁边，就是它主教堂的旁边。那这栋房子也有大概600年左右的历史。我把我当时候第一年的那个心境其实投射在这个画里面，因为当时候第一次这么直接的接触，然后被这个意大利的文化所冲击到，然后又非常的倾陷于这样子的文化内涵之中。那它的大自然，尤其是它的云、它的天空，我相信去过意大利人应该都深有同感，就是那个蓝为什么可以湛蓝到那个程度，然后那个云朵怎么会漂亮到这样，就是所有其他不管什么城市抬头一看都会有这样子的云出现。如果再有风一吹动过来的话，那个云朵那个漂浮的那个状态，还有它整个移动变化的那个速度，就会产生很多的变化，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变化。那我当时就坐在窗口，然后看着那个云被很急速的风这样子吹动着，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心情也是我非常想要 move， 我就很想要往前移动，我想要做到一些改变，我想要学好修复。所以基本上我是把我的整个心情投射到这样子的画面里面，所以我先处理了很细节的部分之后，我用很快速的笔触把当时候的整个心情还有感受，还有看到那个光影移动的那些感觉，它并不一定是完完整整像相片那样子的写实，但是至少那是在我心境里面这样子的大自然情况反映到我心里面非常写实的一个状态。基本上这是窗的第3号作品的，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跟之前的窗的1号跟2号有蛮大的不同。那它有一点点古典的写实的这个味道在里面。那基本上其实我也是一个就是荷兰画家维梅尔的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拥护者和爱好者，所以我也会试图着把它的那个味道，还有它对光线的那个捕捉的那个态度和精神稍微放一点进去，放在我的画里面，我想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这一扇窗基本上我每天每天也在看着它，我也觉得那样光线实在好美。那我也想除了以它的方式，那也我想要也以我原有的这个方法能够看他们做一个结合的方法，把它比较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虽然这一幅画里面人物这个部分被抽离掉，但基本上它还是一个人在凝望的那扇窗的一个角度。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椅子，它其实是不同的，在有不同的位置，表示有人在使用它，是这个空间里面是有人在活动的。那你们可以感受到光线进来，不只有光线，还有这个空气，这个房间该有的这个氛围和它空气的这个稍稍很缓慢、很缓慢的这个移动。所以我希望，如果各位在看到它的时候，或许你们会看到很抢眼、很明亮的这个光线从窗户射进来，但是可能更可以看的是墙壁上这个微微的这个光线的变化。
基本上就是 这一次画展的主视觉，然后也是 这一个、可能窗系列的油画里面的第二章。那可能是所有的我的，不管我的阴暗面、我的快乐的一面、我的感动的一面，基本上可能比较完整投射出来的，大概是在这一张画面上。可能有人看到这张画会觉得这是一个宿醉的一个年轻人，还是这是一个很累刚工作完的年轻人，其实他都是，你看到什么他都是。因为对我来说，我出现在这一个空间里面，这是我当时候所拥有的空间，也是这个空间其实在塑造出我这样子的人的生活，还有可能所有的这个态度啊、脾气啊、表情啊，甚至我感受到的这些气氛等等的。那这有可能是我白天刚要去上班之前头发很凌乱的时候，然后坐下来想一下事情，准备要去工作修复师工作了。那也有可能是忙碌了一整天的修复工作之后，回到家想要稍微坐一下，因为等一下还要自己煮饭给自己吃。也有可能是晚上的时候在外面吃了一顿，回来以后再喝一些小酒，然后坐在那边沉思一些事情。那个想的事情不一定是一些什么很深奥的，或者是一些很痛苦的，一定是那种很发人省思的一些事。有可能是啊，我今天骑脚踏车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一个美女没有去搭讪，这样子很小的遗憾。那或者是说啊，我今天看到了一件，在修复的时候看到一件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需要被修复的作品，但是你可以想象到它可能经过你的手两个月之后，它修复出来以后会变得多 会能够呈现出一个多棒的情形等等之类，这样生活上的这些琐事。但是以这幅画表达出来，就是那些琐事不断的在发生，那些情绪不断的在跟着你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但是那就是生活，那就是生活。所以基本上这幅画其实就是那扇窗的，而不是这个很具体的这个画出来的这扇窗。那窗你们也看得到，它是黑色的。其实第一幅跟第一号跟第二号，其实基本上它的窗都是黑色的。那但是对我来说，黑其实是一种很纯粹的东西。它虽然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些很沉重，可能是有魔力，可能是比较负向的一些，可能是一些情绪的一些代表色。但是基本上对我来说，它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探索的一个很神秘的颜色，所以我会选择用这个黑色来表达我的窗，甚至在衣服的这个穿着上面也是用黑色。其实我会希望，就是观者在能够慢慢欣赏它的时候，能够进到那个去探索的那个，探索这些气氛，探索这些可能当时候这个氛围的一个怎么讲，影响里面这样子。所以大概这幅画，我想放了很多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可能看的人需要有一些心理准备这样子。对。